早安，金针痔疮结局，哪路？嗯？怎么没有？等一下哦，这是什么？痔疮结局 SAI 啊。金针痔疮结局，对吧？金针痔疮结局，我知道了，确定。哎，哪去了？这里，等我一下哦。然后。哦，不是这个，拉这个，哦，拉这个，来，我们开 GTA 画图，不然早上没有医护，啊，我又要画画，早安，早安，没办法啊，我觉得。我也想上早班啊，可是我家早上你没知道啊，35到42度欸。而且我三步是要动一下，好麻烦哦，趴着，趴下。啊，现在要抢第二个杯垫的图了，咋办呢？缩小一点好了。哎，放这边。妈的，昨天。昨天那解剖手术真的快让我气死了！我明明可以，剧情可以拖更久的，被那个小夫，被那个警察，以为自己是医生干，气死！而且他真的好像很有经验一样啊。Hello，哎，学妹，我昨天有 host 你们过去别台啊，然后你在小，一个叫小猫奈奈台的。有人赠送订阅，刚好赠送到你。他一次送10个人，然后你是其中一个。哎、欸，有人上班了，太好了。你有上班吗？有啊有啊，那我先下班画画哦。可以正大光明画图了。而且我的。我的，你们也知道，我每次玩创世神啊，玩什么手汗很多，所以我绘图板上其实很多我的汗，可能就是像我画完这张脸，我就要擦一次我的绘图板。对啊，所以挂台有好处，就是因为有人赠送订阅的话，会赠送到你们啊。我最近真的好想画火影忍者哦。福田，没有，刚刚也在画画边听台，可是被抱怨说什么我不是应该要早班的吗？也没有硬性规定吧，如果真的只是规定早班的话，
那晚上那些如果说是早班的人，那是不是不该上线？YT 没跳通知，有时候 YT 都要很久之后才跳通知，不是吗？哇哈！不知道啊，反正反正就这样啦。如果真的是说以后我都上早班的话，那搞不好我之后上早班的几率变很少了，或是我会请假一阵子，我可能中暑住院，真的住院了，有没有？我怎么越画越少啊？重来，搞错 A，delete 不是，先删掉，删掉，删掉，删一个，删掉这个，早安。哇，又没手感啦。啊，而且如果真的这样的话，那真的上 RP 就是正在上班嘞，对不对？这样会有压力耶。啊，你这时间到了，你要上班了，那就要上线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搞不好就离开 RP 了吧。因为当时只是想进来享受一下角色扮演啊，不想把自己搞那么累。如果要那么累的话，那我该要离开了吧？对吧，钢铁人，你要听的话。不是啊，你没有在我的群组，兔崽子在群组都常看我 po 一些家里40几度的图照片啊，而且那只是室内温度哦，体感温度还更高哦，一个温室，不是温室效应啊，反正就是一个微波炉、烤箱。
兔子要画什么啊？我觉得抱着兔子那些图案我都画得有点腻了。聚餐，你画画真的越来越没动力画图了。我的手感又不见了，手感在哪里？听到请回答。可爱的手感在哪里？有听到我在呼喊你吗？我看我可不可以出个卫生纸在手上好了，不然一直冒汗，一直冒汗，一直擦。我不行，卫生纸好挡那个摩擦的感觉。对吧、啊？手感又不见了，唉，好烦哦。每次画到这边就不知道姿势要画什么了，啊，我会的姿势又很少，又没有什么在练习。你看嘛，那要是说，如果真的我没有在想啊，如果真的硬要我只上早班的话啦，我在想我怎么安排时间，因为我又要画画，又要剪片，要开台，然后晚上又要开台，对吧？再瞧喽，把现在能做的做好，再不行我就不做医护了，就这样啊，找一个兽医，Hello Hello，有没有兽医都没差。换下班的衣服，上班了，换衣服，平民装，下班了。可以比中指吗？不行，坐下不能比中指。不是啊，因为这时间我也都是在看其他人的台啊。在挂着做事情啊！你看，我也是半夜直接把影片赶出来啊。不过那样子我真的好累哦，我的时间规划有点不够，跟乳沟挤一挤挤不出来一样，我挤不出乳沟啊。就只能牺牲玩游戏时间。做事情呢？
哎、欸，会不会无聊？播歌好了啦，管他有没有版权，反正就变啦。音乐在哪里？这个。白痴哦，这样。这两个是在。我在画画。怎样？来聊天的啊。好啊，好呆啊，在画还没画。回来当院长啊？没啊，还没啊，先回来而已。所以你已经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。就这样，尬聊了。哎 欸，懂穿欸，你也学我穿便服，然后加 logo。这样比较好看啊！哎呦嘞，啊，我晚上也要去改衣服，可恶。要一起去吗？好，我去，我去。一起去啊！你要去吗？慢走。那人家说时间跟乳沟一样，挤一挤就有了啊，我就挤不出来啊，我去哪挤乳沟？对吧？挤不出来啊。我原本想选女角啊，可是选女角就很多被局限住啊，不像 G Online 啊，你选女角很多事情啊，人家就跟你说啊，你这个男生怎么胸部这么大啊，什么之类的，要不然就说你就是个妹子啊，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啊，可能又会被跟其他男生凑成一个感情线啊，有的没的啊。但男生不会去理男生啊，我想选女生啊，那么纤细，多好用啊！对，好像还蛮可爱的。不行，这要做杯垫的话，因为杯垫要一个圆呐、啊。如果你耳朵太高的话，它会变成个长方形，然后这样杯垫会不好看。
就纤细呀。我比较喜欢，我不喜欢太壮的啊。我本身就很苗条啊。钢铁人，你回来做修护了？修护。发现修车厂被砍，大家都被砍，然后又没钱赚，是不是？没有，院长找我回来。哦，也是啦。啊，院长现在怎么样了？这个兔兔好可爱哦！哎，不是啊，我如果说死的话，我要怎么说死啊？那算了，这个记录档就让他去吧。咚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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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结果一堆人开台了，可恶！我可以关台了吗？我们的院长开台了，然后刚刚的花学姐也开台了。那我真的可以专心画图了、欸，嘿，可以专心画图了。年年要大一点。安安哦，我应该这只就是纯白色的了吧？它就是一只兔子啊，啊也不是点点啊，就是一只白纯白的兔子啊。还是你们觉得不要这样子比较好？我觉得这样可爱。上班画画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我现在下班。噔，然后我刚刚讲的长方形，就是因为你杯垫，比如说是这个样子，一个圆，如果是这样，这也不对啊，好像可以，反正你这样的话，你旁边就会变得太单调，我可能就是这边会塞东西吧，这样子，啊。好啦，再来就是看要加什么了。欸，在这里。人物拍地上好了，然后我在干嘛？画画。
改变自己。趴下，趴下比较好画。哎、欸，我真的画画，如果没有桌子椅子，我就直接趴在地上画嘞、欸。他之前都说你在桌上画，我说不要不要不要，我都要在地上画比较好画。啦啦，啊，拉大一点啊、哦。钢铁人离线。我学过画画吗？没有。这样，地上，板砖很干净。没有，地上比较好画图。啊，你没有上班吗？我现在下班啊。啊，怎么不去上个班？还是你还在画？还在画啊，草稿刚打完。你在画什么啊？嗯，在画有的没的图，就变化。画好，画好再丢给你看啊。好啊。然后再来就是想办法让他一个图，超小。哎、欸，你在干嘛？哎、欸，你重一摔啊！从这个角度感觉很像在偷窥人家。还是三千吗？对啊，要让它呈现一个圆的话，就只能我看一下哦、喔。对啦，因为现在兔子的头发是这样的、啊。我有客人，我先走了。然后就是，好、哦，拜拜，路上小心。就是我看一下哦、喔。啊，你的车我帮你停在外面。在这里加东西。OK OK， 下下下。然后这边再加一个小东西，就会呈现一个圆。那时候我那个啊，看那个教学，他是说。你不会画图的话，你至少就是空间啊，什么设计，就是呈现一个圆，会让人家看起来比较舒服。怎么尴尬啊？然后想说我先趴好了，就这样走出来，好，我换另外一边。然后现在他们的车都是我们开回来的，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啦。开回来比较好。对啊，两个人出勤，一个人载回来，一个人开回来啊。我觉得这样比较好。对啊，我是觉得不然他的车放在那边，他还要去领，很可怜。不然每次他们车子都丢在那边。那、我还在想啦，因为哥其实到时候真的要也可以跟技工那边合作一下，也可以跟计程车合作啊，就是之后叫、就是、叫他们再去，技工去把车把他们车拖走啊。哦、也是啊。拖走什么意思？就是现场拖走啊！技工把他拖走，技工可以再赚一笔啊，拖车费啊。听懂吗？在想而已啊，不一定要做。太多了吧？我也太多。没有啊，给我钱。啊、你们在这里干嘛？待命哦、喔！没啊，一个在画画，一个在待命。我在吃饼干。好。
这样怪怪的。最新的鬼灭出了吗？我还没看、欸、第十话吧。看看哦。啊，不要，这个我加旁边这里好了。感谢 follow。 第一话都按你之前的薪水你有领了吗？可以差不多看啦、啊、没差、啊、送你看 啊你送我你要跟我说有多少啊，靠腰他们都骗走，没戏啊！就对啊，有剩有的你就拿着，就是不知道多少啊。如果多拿怎么办？最少有多少？最少有个一万多块吧。好啦，那我到时候就拿一万了。可以差不多看了啦，第一话。因为那时候知道。最后会来，我想说就算了。刚看第一话你觉得还好，可是第二话开始就会。走啊！哎，你长得还在，还在爬、啊？没这么快好啦。拿个轮椅吧。不用啊，不用啊。啊，都跑过去了，可恶。你打算不去坐着吗？坐是可以坐啊。院长你在干嘛？院长应该换衣服吧？看一下总裁怎么画，等一下。我去拿了一个，绷带。我昨天还救到一个人呢，我怎么开车去爬了去救他？你怎么开车？可以开车，因为你帮我抓一抓，是我脚底能动的，你知道不？我脚那个脚底板能稍微动一下，就能踩那个油门刹车，你知道不？哎，院长，你真的是康复的很快呢。当然了，可是我就是要走路，还有站起来，应该要一段时间。哎，总裁的图怎么画、啊？那个总柴犬的柴。那文花香会不会好一点？好啊。柴犬。对。啊，像。哦，找到柴犬零钱包。香笔。哎，可以。那、啊、你要不要去旁边坐着啊？还是上小啊？哦，想说可以有鞭炮，那边大拜拜，有啊，就是端午节大拜拜啊。你住淡水住这么久，你是淡水人吗？我最近都没上班了，不知道你们最近单子啊多不多啊？都是。突然一阵很大量，一次都有一次都有三到四个啊，这样子，平时都没事。我好日历，
总裁。好啦，这样子，我对他够好了吧？还帮他画一只总裁。我出去找个人。好不好？好。这样应该大概够了吧？啊，这次我就不画步步进去了、啊。先看一下哦、喔，不过先看啊，先就这样嘛。靠，不是这个，先用这个，然后就点这个，这个嘞。好，然后哎，院长，好吓死我！啊，做完了，就这样子。做完，然后大家可以知道。没有的吗？哦，这边还可以加。坐在这里，没事做啊，待命啊。啊，那红色头发是谁？大姓啊，来了一户啊。我们第一次见面啊，我叫阿。我叫小心肝啊。钢铁人，钢铁人不是修车的吗？回来了，跑去换衣服了。对啊，还是可以加哎、欸。怎么没有继续在修车了？哒哒哒。院长之后可能要把位置给我，先回来。啊？那院长要干嘛？不知道，他可能要退休。我要退休去钓鱼嘞。他妈的，还敢退休啊？还那么年轻。我跟你讲啊，谁说不能30岁退休啊？那我也要退休了。我要退休了。啊，不然院长来接我的位置啊，我退休了。退呀退呀。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好啊！12345678910112张椅子、欸，啊，旁边还有贩卖部。院长，这个好像只有黑色的坐得下去，绿色的怪怪的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，真的。真的是这样子啊。这绿色椅子感觉被绿色椅子感觉被外星人附身了，坐不下去。啊，没关系啊，不然就坐地上嘛，席地而坐或坐或站啊，那有啥问题呢？那院长，今天有没有好好复健，院长？我还没叫英进来帮我抓一下。院长，我也会按摩啊。那你帮我按啊。看一下哦，看手把有没有生疏啊？太久没医护啦。
等我。我来看一下他在干嘛。现在你在爬那个在这边点。我看不到我背包。背包里面的东西有点怪怪的。你要不要睡一下？睡一下可能会好一点。哦、没事哦，好，好了好了。我来看他们按摩。院长，现在开始啊，可能你有知觉要跟我讲啊。木有。那我现在按脚底板的部分，脚底板有没有？脚底板有啊，脚底板有，别按太大力，我日你！昨天他连力阴茎也按一下，我啪直接叫出来。院长，我小力一点，你有我慢慢加大力道，我先最轻哦。好。别按脚底板就好，脚底板没事，脚底板还能动啊。院长，那我现在轻轻的，你看有没有感觉啊，院长？院长，从脚底板往上，你看哪到哪里有感觉？啊、你先往上延伸一点点。这边有感觉吗？脚底板上面一点点，到脚踝啊，脚踝上就没啦。啊、嗯，院长不要急，那我帮你拿肌肉不要萎缩啊，院长。你这样应该会慢慢恢复吧，就是到脚踝感觉恢复的不错。啊、应该慢慢复健应该可以恢复啊，院长。好。院长，我以前在修专业的时候，刚好物理治疗有修到啊。哎呀，这么刚好。对啊。那我们现在各种医生都有啊。刚好有修到这门课，可以帮院长你物理治疗一下。好。院长，这个等你之后好一点之后，可能慢慢可以站起来之后，可能要扶着墙壁走路，然后让你的脚就是一开始应该是每天站一分钟啊，等就不急，等你之后能站起来再说。好的。OK， 可以上线稿啦。啊，手感你还是有稍微回我嘛，不错不错。哎、欸，那这样我画完，我最近就可以稍微放松一点嘞，赞哦，棒哦。不要加这个好了，加这个。感觉就不像我的图了。好，那就这样。院长，我现在帮你改按右腿。啊，好。春哥断线了，应该要回来了啦。
我怎么可能没听过繁星计划啊？我要去繁星计划的那些影片下面留言，我都还回个安安呢、欸，我超没礼貌。院长那边还是要看一下，不然屁股你连着大腿那边的筋会粘在一起、啊好好好，你还得把你得把它推开。啊，好的。院长忍一下。院长，可能要咋地啊？你看看公告，告砸了，伺服器重启、啊，要海啸一下是吧？对，院长先海啸好了。哦，差不多啦，这时间有时候会海啸。好啦，那我们先画完这个吧，画完之后我们再上线，再录成。我以前啊，当时就是那时候巧克力还没有正式搬到台中的时候，啊那时候就是他们就是说你怎么不换工作，不要去做超商之类的。我说没办法、啊，我说我的能力没办法说不做那种，那怎么讲？他们就说不要做超商啊那种没有。不会是那种永久的职业，就不要做。啊，之后就是鱼干他们有认识那种游戏公司的，刚好在真人。啊，我又觉得哦，游戏公司好好，可以在里面上班，就觉得是玩游戏啊，就是至少你可以画游戏的图啊那种。啊，就有一阵子是为了想进游戏公司而拼命练习画图。啊，但是等。比较练习到不是练习，就是画了一阵子之后，就是有自知之明，我就觉得说，我觉得我的风格好像不适合游戏公司，懂吗？就是我这种图啊，怎么可能适合那种 online game 啊什么的，就比较偏那种插画啊。然后那一阵子就是插画界跟那个游戏界又是很红的时候，就在想说我到底要走哪一块。因为他们都是靠游戏红的，我想说我可以试试看，结果就是有自知之明之后，觉得游戏这一块不是我。现在下线好像不是所有人都能连回来，是哦，废话，现在海啸啊，傻了哦。现在是伺服器在维修，要重新启动，所以能连回来的也只有上帝他们啊。也不一定啊，啊，反正就是。那时候就是对自己的作品就是已经定下了一个标准了，就是不适合游戏公司。啊，鱼干就说你不要这样想啊，然后就去帮我找一个游戏公司，然后面试应征。之后我就一直讲说不行啊，你看那种我的图怎么适合那种什么欧美画风啊，韩国那种线上游戏画风的啊。啊，就是。啊，不过还是很努力去应征啊。那当时叫我画一个图，我当时也贴在那个粉砖上面。啊，现在回去看着觉得那个图真的是垃圾一样，因为当时我就觉得我真的不适合他们要的风格的比例那些我抓不到。然后面试完之后就说那个有缺这种插画风格再联络我。啊，反正就是。没有应征上啊，对吧、啊？啊，我那就跟鱼干说，你看，我就跟你讲说不会，我说没，他就说啊，你就要试试看啊，不试试看怎么知道？是没错啦，啊，但是就是你懂吗？那种，因为他不算是这个，我也不算这领域，反正就是，你画画会知道
大概需要的是什么东西啊？但是我不具备这个条件啊，虽然可以练习啦，只是